放着。诶，人呢？我忘记掉了。大壮来了，吓我一跳啊！你要点啥啊？今天来一个大惊喜和动动乐。大惊喜和全新的动动乐。哇，全新的呢。那先来个大惊喜，一会儿再抽动动乐。中中中中了，胖虎哥，我中了5块哦。5块还真是啊。再来两次动动乐。咦，我们家铺子红桃罐头，尝一口试试。哇，红桃比前面还大，脆甜爽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南方人肯定没吃过这水果，堪称东北神秘力量。汤汁清甜还不好，感觉又来了。哇，好可爱的粉色小猪猪，加上刚才的10块钱，快给我兑奖。大壮别急，比小猪猪还可爱的蒜头王八，想不想要啊？想要想要。这样，10块和小猪猪我就不给你了，这个你拿回去玩几天，学校的同学们都会羡慕你的。